感觉腹部胀得难受啊，腹部胀得难受。我突然看到那个潘同志啊，潘同志对付的那个胡汉山，对付的那胡汉山，胡汉山，我看到了胡汉山啊，胡汉山呢？你说胡汉山还对付不了个小孩，你信不信呢？胡汉山对付不了一个小孩，你信不信呢？那我绝对不相信啊！但看电影的时候，人家都相信了这回事啊，都相信了这回事，都相信了这回事啊！看电影的时候，大家都相信这回事啊！你知道为什么相信吗？因为阶级斗争嘛，阶级斗争嘛啊！在阶级斗争的时候，那个胡汉山就失败了呀，在阶级斗争这个高压下，胡汉山就失败了呀，失败了呀。正常情况下，他是，潘同志绝对赢不了的，但是有个高压线在那边啊，有阶级斗争高压线那边，就失败了啊。失败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，失败的原因是在这里边，因为有高压，有高压啊。现在国内啊，国内的高压又来了呀，国内高压又来了，比当年还厉害，所以让很多人已经很难受了。很难受了，让很多人就很难受了啊，让人就很难受了，因为找不到排泄的地方、发泄的地方啊。现在高压越来越猛，越来越猛啊，终于会爆炸，终于会爆炸啊！明白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